由眼检察司举办的严思总市政满意度调查，今天就举行的颁奖典礼，其中桃园市长蔡文灿、新竹市长林智坚、屏东县长潘明安，还有由连江县长刘振英等人，都连带有得到的五星评价。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佮是新任市长当中唯一得奖的。除了讲，佮今年的千万亿土是全台湾前高，市政府团队市政的表现，进步的，咪是大家知道是全台湾前多的。后中乡都在书板中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挑一摆得到检检察机判决，检视中市政满意度调查五星嘅评价，今年满意度还卡系全台前高。礼拜得奖侯友宜讲，同欢喜，不过阿弟咪动态。对来讲，也是满满的压力跟责任，也要谢谢我们新北市的市民，给我满满的机会，让我能够在新北市从副市长到市长服务了将近有九年多。侯友宜咪讲到，新北市面积较宽，年轻度出缺咪轻复杂，更因为时间冇分片，所以个演戏那好，新北市将会好。它可以串起北北基、桃园这个北台湾的大发展，所以我上任，我永远抱着一个观念：郑文灿市长好，我才会好；柯文哲好，我才会好。台湾很小，中华民国很小，我们不分彼此，为地方建设而付出。为了拜得到五星演戏中介，却越很容易。连江县长刘振进是喺天拜得奖，外省就市长林志坚同桃园市长蔡文灿，两位 TC 都拿到五星市长。桃台湾青南平嘅屏东县，县长潘明安未系天一拜拿到，佢同县长韩家吉辉宣传屏东嘅观光。现在在防疫这个下半场的当中，尤其防疫新生活刚开始，我也在这边也特别邀请大家，防疫新生活，屏东快乐游是绝对是最佳最好的选择。今日查基就判，多年蛮经用26年的时间，市长实际满意度调查，今年都到高雄市长拍面期间，刚才公布21个演戏。调查结果不只是市中介其中考核，每市民对市长幸福程度的指标。看看新闻网 news 刘一平特别报道。